现在在的地方是北京的文汇宾馆，我在这边拍《还珠格格》，503是我的房间，带你们进来看看一个辛苦在外流浪的艺人是怎么过日子的。这是我们《还珠格格》的剧本，噔噔噔噔，这是我昨天晚上肚子饿，然后开了一罐带来的那个土豆面筋吃剩的筷子，可怜吧，还在北京哎，以后要去到那个外蒙古都不知道怎么过活。好，这是卸妆油，刮胡刀，我每天早上呢头发都会长出来一点，我就要用这个刮头，很可怕对不对，会痛的。你看拍古装要到外地，其实又很多时候又不好意思都亲自来，亲自来你又没把握，那可能就受伤，所以他之前一下那边算人有悲和欢。
谁能够不让梦想这绽放，真是为我流的泪，真是为你的岁月，谁能无动又无衷这段珍贵。明天还有云要飞，留着天空陪我醉，无怨无悔也是人生一种美。珍惜为我流的泪，珍惜为你的岁月，无怨无悔也是人生一种。